我哋每条粉红萝卜都系由本地自家温室农场种植出嚟噶，要每日细心栽种，先至可以种到条条都胀卜卜又健康。你睇下佢几肥美，我哋嘅萝卜糕就系用呢啲粉红萝卜制成噶啦，良心种植，自家制作。保温便当袋入面当然有我哋嘅红豆、燕麦、紫包米水啦，仲有米鼠利是封，同埋配萝卜糕一流嘅秘制 XO 酱。大家每年最期待的粉红卜卜萝卜糕，自家制作无添加，确保啖啖都是萝卜肉。还有花菇、干瑶柱、台湾樱花虾和本地的腊味，真材实料。check check 先，今年为你准备好送礼自用都适合的金鼠送福袋，祝大家有米过新年。